将魔术贴口和侧边拉链打开，坐进睡袋，拉起另一半拉链，接着躺下，然后从内部把拉链打开，可单人操作。睡袋拼接使用方法，先将底部的拉链拼接在一起，再将上面的拉链拼接在一起，就这样双人睡袋拼接完成。材质防水说明，鸭绒全部采自鸭子腋下绒毛，轻便又保暖，具有很好的抗寒效果。这是我们的质检报告。羽绒睡袋表面采用防水抗撕裂尼龙面料，可达到防泼水效果。睡袋收纳步骤，将睡袋对折，然后从头部往脚的方向折起来，塞进袋子，拉紧松紧带，收纳完成。